先啦。你咩都唔识，你唔好理我啦。我知道你大个仔啦，后生仔唔中意我哋啰嗦，但系我仲系要同你讲，我好担心你。喺香港嘅示威活动入边，一啲极端嘅暴力示威者大肆破坏荃湾一带嘅商铺。虽然你蒙住面，但你妈咪喺电视入边咧，仲系一眼就认出咗自己嘅仔。我睇到你哋又设武将，拎住武器，激烈咁同警方对峙。你觉得你好热血，但系知唔知道你身边嗰堆好多人系拎住钱做嘢噶？有啲唔知道咩身份嘅外国人喺现场嗰度督战。新闻入边话，组织你哋。搞事的一些头目都已经去了外国读名校了，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和目的。我真的很怕你被人利用了。现在的香港非常撕裂，因为你们的行为，我们隔离屋那个阿叔已经失业没工作，在家很久了。你阿爸的餐厅亦都冇晒生意，有时我真系觉得你好陌生，我唔知道系唔系啲面罩遮盖咗你嘅理智，我唔忍心睇到你变成咁样，更唔忍心睇到香港失去咗未来。妈咪讲嘅嘢，希望你三思，早啲翻嚟。你个屋企一直喺度，一直等住你翻嚟。